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1.16 版本嘅 Minecraft 生存啊！我哋又继续我哋嘅村庄生活啦。上次讲到咧，应该系一大堆嘅一啲杂项嘅小更新啦。咁今日要做啲咩呢？今日咧，其实咧，我想去地狱啊，去地狱咧，去搵一啲嘅材料翻嚟啦。因为有一啲材料咧，我都想要喺地狱度搵嘅啦，包括啲咩石英啊。荧光石啊，嗰啲嘅材料嘅，用嚟装饰一下屋企或者村庄啦吓，唔好话屋企啦啊，呢个村庄。但系首先去之前咧，我身上咧依家有六张空白地图嘅，系啦，六张空白地图，同埋我唔知点解呢度少咗一格啊，唔知系咪有人咧打烂咗啊，有人恶意破坏我哋村庄嘅一啲公物啊，所以咧就少咗一格。我印象中记得好似系补咗四格嘅啊，不过唔紧要啊。同埋咧，依家咧个村庄咧劲多牛啊，超多牛放咗出嚟，啲周围行，所以咧依家要杀紧啲，杀啲牛先，打死你！咁将啲村出边嗰啲，喂，哇，行得咁快，好，将村出面咧，即系呢一个嘅牛养殖场嗰个位出面咧嘅牛杀晒之后咧，就差唔多揾咗地方咧去起地狱之门，行开咗，通，冇咁易。好，之后就到呢度两隻坚守。好，大致上应该村嘅牛咧应该都杀晒啦，除咗养殖圈嗰边之外啊。咁依家身上有50几嚿牛肉，20几个皮革啊，相当之足够啊。之后下一个嘅任务咧就系咧要开地图啦。OK， 其实六张都有啲远啊，老实讲，我哋不如开呢一格先啦。呢一格就系出咗下面村庄城嗰个嘅嗰道门，再对出嘅位置 ，OK。如无意外，应该就系呢个位啦吓，应该就系呢个位啦。我哋先上一上去呢个位，嘿 ，OK 系嘛？啊，应该 OK 啦。然后放个展示枪，再放入去，搞掂。咁依家就点解呢度会有圆形一个框咁样嘅？即系露咗佢个展示框出嚟嘅，点解唔系好明白？好，身上仲有5张，但系好似有啲圆啊，开始系有啲圆啊，但系都可以试下去上面嗰、那个上面呢一个位嘅。OK， 向上发展咯你。好，跟住铲除呢啲啦，呢啲。呢度起多四格，OK， 之后就上去上面睇下啦。大概就系喺呢个方向啦，啊呢个方向。然之后咧，大概经过几棵树之后，应该就会到达噶啦嗰个位。大概应该系呢度啦，大概啦，开个地图啦，嘿，应该系啦，好，应该理论上就系呢格系嘛，上面嗰一格，嘿，啊系啦系啦系啦，咁依家咧基本上有1、2、3、4、5有5格嘅地图啦，5格地图，不过咧如果你话右手面呢一格第六格咧，好似有少少距离，所以我谂要有马先至可以过到去啦，系啦。或者得闲嘅时候再过去开埋啦，因为都有啲远咧，同埋冇啲咩目的嘅话咧，净系过去开地图啦，有啲浪费啊，所以咧就等下次有机会再开啦。好，继续翻啦，我哋今日咧应该做嘅主要目标啦，就系起呢个地狱门嘅。咁大致上咧，地狱门咧，我估计应该会系起喺呢一度啦，吓，起喺呢一度。起喺呢一个城出面嘅，咁点解呢？因为咧城入面咧冇咩位置可以起到地狱之门住，系冇咩位置。而我亦都预计咧未来大概可能4或者10集左右啦，就会再扩建呢个城墙嘅，再扩建城墙，因为嗰条村咧嗰个面积而家太细啦，太细容纳唔到咁多人啦，所以咧迟啲咧都会扩建嘅。然之后咧就会将个地狱之门起喺呢个位啦，起喺呢度。
咁啊，用最少嘅方法啦。我通常都用最少嘅方法起呢个地獄之门嘅。OK， 跟住再咁样跳落去。OK， 再放个泥土。OK， 然之后咧点火仪式即将开始。呢度放啲泥土啊，拥住佢啦。OK， 惊斩到佢，斩到佢嘅暴走嘢抌我上天佢又。好，点火仪式，噔 ，OK， 地獄啦，入去。入去打呢个地獄究竟系咩啦？希望就唔会有啲咩意外啊，因为27呢喺身。好，我们必须再深入一点。哇，呢个咩地方嚟噶？啲咩嚟噶？呢啲鹅卵石嚟噶？玄武岩？哇，咁危险咁样睇咯。啊，不过地獄系危险嘅。已经其实呢，佢同我所熟知嘅熔，同我所熟知嘅地獄呢，其实已经有唔同啦。因为呢，我好多好多集，好多版本啊，好多版我都冇玩到，所以我唔系好明，唔系好清楚依家呢一个嘅地獄生态嘅。其实，玄武岩啊，应该系某一啲类似嗰啲咩药材咁样嘅嘢啊。放啲火把先，哇！呢啲应该系唔掂得噶啦，同埋我都听闻过咧，呢啲唔可以喺佢面前掘金嘅，或者获得金嘅，如果唔系佢哋都系会暴走嘅。地獄石英啊，地獄石英其实我都极需要下嘅，系啦，因为有好多嘅红石嘅一啲机关啊，或者一啲机关，哇，大镬大镬啦，哇，阴到应一应呢阿玉岩，黐线。哇！大镬了，应该唔会死啩 ？OK OK， 冇事。因为咧，佢地獄嗰个熔岩咧流动速度极快，系啊，所以系几危险下嘅，揸啲嘢命送黄泉啊！要嗱，见到啊，大家呢度咧，佢系有一个金矿嘅，啊，金矿咧，如果你贸然掘嘅话咧，会俾嗰啲猪人打嘅，系啦，据我所知，系啦。咁我就唔会掘啦，因为啲猪人咧，猪人系属于我谂，应该系属于中立啦。你唔搞佢嘅话，你唔做一啲憎恨嘅嘢嘅话咧，佢哋都唔会搞你嘅，佢哋都唔会搞你。但系咧，如果你揼到佢嘅话咧，啊，成村猪人就会围你嘅，啊，好团结嘅一班嘅敌人，要做咩啊？這个真系猪定咩？佢好似有分猪同埋僵尸战士，我都唔系好清楚。OK， 哇，嗰只系咪大佬嚟噶？戴咗金头盔嘅佢，应该唔会走过嚟。啊，唔系，呢个会走过嚟打我噶。见到佢咁激动，就知道佢一定走过嚟打我。喂，等阵先，呢个打唔打得噶？打唔打得噶？会唔会打完之后成村人过嚟围我噶？好惊喎！好，呢啲系属于。嗱，嗰只就系属于咩朱布林啦，我谂，你其实佢系纯粹走埋嚟嘅，佢唔会揼我啊，会唔会揼我啊？佢会打人嘅，黐线！喂，走开啊你！呢个应该系打得嘅，呢个叫朱布林啊，嗰啲系僵尸猪人啊。会不会死的我大佬咁样追，穷追猛打喎、啊，朋友你。OK， 四下搞掂咗，但系应该唔会打我嘅上面呢啲，即系朱布林系属于敌对关系，呢啲系属于中立关系啊！佢有冇打我啊 ？OK， 都仲系乖仔嚟嘅，依家都仲系乖仔嚟嘅，咁呢啲冇事系嘛？OK OK， 冇事，呢啲乖仔，好搞清楚敌对关系啦，探索呢个新地形，探索啲新地形咧就要慢慢尝试。头先点解可以咁？头先嗰个位都有熔岩，呢啲系咪专登 fix 你噶？其实，喂，嗰度咪有只猪人啊？嗰只呢只猪布林嚟嘅，哦，呢只猪布林嚟嘅，佢揸住把弓喎。同埋点解啲嘢食
扣得咁快嘅？哇！呢度死紧啊，跌落去，铺啲嘢先，唔该，好惊呢度，铺啲泥啦吓，因为屋企好多泥。呢啲系咩石嚟噶？呢啲叫咩名啊？黑石呢啲叫做 ，OK， 系一个系地狱嘅一啲嘅用嚟起嘢嘅材料啊。Minecraft 出新嗰啲方块咧，大多数都系可以暂时用嚟做呢个起屋企嘅一啲，或者起任何建筑物嘅一啲嘅方块啦。喂，好 ，OK 啊，冇乜嘢啊。呢啲睇落其实几靓，远睇好靓，但系近睇又好核突。啊，远睇几好睇，近睇就比较样衰。唔知点解远睇咧有少少寒冰嘅感觉，但系近睇咧就好核突。哇哇哇，争啲行咗落玉岩度，上面有啲绿色嘅嘢，唔知咩嚟。掘埋呢啲石英再行过去睇下啦。好，过去睇下啦，呢度究竟系咩一回事呢？哇哇哇！吓鬼死我！黐线咩你？哇！达成成就二廿万啊！呢啲咩嚟噶？呢啲？呢、這个系属于呢啲系木嚟噶嘛？呢啲咩嚟噶？扭曲扭曲咩病啊？呢叫做读都唔识读喎，呢啲咩字嚟啊？系木嚟噶嘛？呢啲系嘛？系咯？系咪可以收集个木材跟住翻去？应该唔可以翻去种啊？呢啲又系咩嚟噶？扭曲唔知咩块呢啲系？依旧咧咁，上面嗰个系咩嚟？呢啲系咪用嚟做发光嘅？用嚟睇落似系发光嗰嚿，有冇铰剪咧？铰剪可唔可以剪开？唔得，呢个咧，系呢个快啲。哇！真系唔知呢个咩嚟喎？呢个咧咁孤啊！呢啲好多不知名，呢个系咪会打我噶？话说话真系重老手啊！呢件哇，有啲流啊！朋友你拉完谷，跟住仲要等一段时间先再打我。哇哇哇！呢个。黐线，呢个摆到明系陷阱嚟嘅，呢个掘埋先，呢个最多唔要啊，石英跌咗落去真系死紧啊！呢度，除非有嗰啲装备，有附魔嘅装备先至可以顶一顶咯，否则嘅话都系要死，或者身上有带一啲可以减轻嗰个嘅冲击力啦，譬如咩史莱姆砖得唔得啊？我都唔知道。或者水咯，但系呢度放唔到水，所以都系冇用。好啦，咁大致上咧，今集嘅时间就玩住咁多先啦。今集就落咗地狱玩一啲嘅材料啦。下集咧睇下会唔会整一啲村庄嘅一啲嘅装饰系啦。咁我哋等下集再见。咁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 啦，同埋未订嘅话揿个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